社会，我就报告两个专案，因为都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进展，但是议题上想介绍给大家。第一个是 hazard 跟地名，就是地名跟灾害这样两个之间关系。例如说，我们来看这个福州合宜住宅，就是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，为什么福州这样的一个地方会是一个合宜的住宅？这个是很奇妙。那当然有一些真的可以考究，就是说南嘛，我们一般很多像是南仔沟也好，或者是南雅国中，其实南嘛就是一个软松软的地方。那特别在南投民间，它以前的地名就是南嘛。当然还有一些文化习俗可以找到以前水灾的痕迹，像云林的口湖乡，它是有一个很大型的纪念性，就是以前的大水灾所纪念以前先人的。甚至是新的灾种，有什么像我们地标被保留，或者是像高雄基保，这是新的灾难的这个意那个情形。所以，我是先透过一个 HAPPAD 去整理这些，可能它会来源会蛮多的，有可能是历史的史料，或者是一些我们做指认，就真的还可以看到那个痕迹。那当然，这样原住民族也很多神话里面是有灾害的这样意象。所以会希望就是先逐步把它列起来，然后甚至是在里面建立一个规则，就是说什么样的地名其实真的跟灾害是很有可信度比较高，说其实福州它可能之所以叫福州，当然是一个红泛地区的一个概念，所以它当然也有机会做一些地图化的呈现。好，那第二个部分有点类似，但是主题比较不一样，是一个台湾的社区报的实验地图，同样它也是有一个初步的整理。那因为它比较简化一点，所以我先初步做了一个就是时间地图。总之其实最早的应该是这个乍美报道，就1973年的台湾第一份社区报，它就是从那个政大的新闻系开始做。那但后来像今日美农或像月光山杂志，甚至像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人来做，所以这份就是蛮简单先整理到这样子。那其实在这个表单里面还有更多是需要大家来帮忙指认，现在还有大概60几份的社区报，他只知道名字，但是还没有去真的查他的地点或者什么样的单位去发动。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进度，所以两个专案都欢迎大家来参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哲伟，下一位是那个 Jackie。